OK， 我帮你介绍一下哈，我的阿公差不多80多岁，你知道吗？有财产啊！我有有。像明天他的公积金，你知道吗？七百块，还有里面好多钱。哎呀，赶快跟他说。300多块。300多块。啊，真的，哎，有机会可以啊，来到新加坡。有机会，对。对，你又漂亮，你看声音。真的吗？我还没有听你唱歌，我知道他的声音应该很好。他就是一张会唱歌的人。哪有？这是骗假的。来，你手带了什么歌？来，带来一首比较老师不要很快的啊。什么歌？就一首民歌，收录在我专辑里头的，就很久没有听过的一首歌曲。什么歌？牧童之歌。哎，这首歌老师拿手了，啊呜啊呜，哎呦，是这样。是不是这样唱？老师好像有弹过那个。有啦，这首牧童诗歌啦。不是啊。哎，哪里报的？对，报的杂报的说，好心的你，好心推明明唱唱出报的杂报来，有你的救球哦。你报哪个了？来，牧童诗歌 ，Go。来，兄弟们。